觉得今天公演流程跟以往好像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要2.0了，骗你们的。我们现在要来宣布一个事情，啊，接下来要进入一个特别的环节了。在之前的公演上呢，我们曾经播放过一个宣传片，就是思巴传媒联合迷咕音乐即将共同打造的大型团队现场综艺秀《燃烧吧团魂》。这个还有个口号叫做“这一次为团而战”。啊，再一次，再剪掉，剪掉。这一次还有一个口号就是“这一次”。全新成立的十支队伍将面临首度正面 PK， 每场设立团队各项才艺比拼，每场演出也将同步设置线上网友啊，你来。每场演出也将同步设立线上网友互动投票以及现场观众投票。哇！届时敬请关注官网信息和咪咕音乐。经过几场激烈角逐后，最终将产生 SH48 Group 年度最强战队。是的，一看就没合过。来，最强战队。今天的公演现场呢，我们也有一个燃烧吧团魂的战队 PK 抽签仪式，我们将通过一个特别的方式随机抽取到我们的对手是谁，请看大屏幕。我可以盲猜一下吗？不能，不能。好，来，在这个之前，点兵点将，点到谁就是谁。括号照大屏幕念即可。不，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将要在这里口播一下之前他们抽取的已经抽取的颜色。BJ48 Team J 抽取的是五号蓝色小猪佩奇，哎，我用那个呢，蓝色小猪佩奇。哦不，然后呢？就这个。坚定波涅 Team N3 抽取的是二号紫色小猪佩奇。SH48 Team S 抽取的是二号紫色小猪佩奇。就是要解释一下，可能有那种不太懂的，就是抽取到同一个小猪佩奇的。你要先念这个，他们才懂。走个流程嘛，我们也是拿工资的，不容易，好吧？因为流程走错了。是的，他是这样说的。他为什么你有两？坚定波念听，因为我是正对，所以我有两张。那你还让我念？我不知道他们区别待遇那么明显。我早就知道了。好，尖锐波铁 Team G 抽取的是五号蓝色小猪佩奇，就已经有两个战队了。然后 SNH 打错了 SNH 波铁 Team H2 抽取的是三号黄色小猪佩奇，意思就是我们队就抽这个是吧？没有，他已经抽的五个小猪佩奇就是都有了，没有一号，没有四号，没有，哦，这个不是随机吗？来吧，那我们来，接下来你有了。SNH48 Group 现共有十支队伍在公演时分别抽取 SNH48 Group， 咪咕音乐燃烧吧团魂大型团队现场综艺秀即将首轮 PK 的队伍，现有五支不同颜色衣服的可爱小猪佩奇。大屏幕随后将滚动起来，由队长也就是你随机喊停，最终抽取相同颜色小猪佩奇的两个战队为首轮正面 PK 的队伍，祝你好运。就是这个队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上是吗？掌握在猪的手上。不是，我是真的没想到零秒零秒还让我就是行使一把队长的权利，是不是让我有一点然后到时候有什么全部都是你的原因。好，来吧，这个原因快点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
鼓雷，我们 team B 怕过谁，然后这个谁字的时候就暂停，好不好？ Understand？ 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你说怕过谁，他刚好就出来那个怎么办？